子怡卸妆后打29分，杨颖卸妆后打59分，而她卸妆后我打120分。章子怡卸妆后打29分，杨颖卸妆后打59分，而她卸妆后我打120分。章子怡，卸了妆的章子怡，看住神色发黄还有斑点，跟妆前的她相比，差距真的大，所以只能给29分，不能再多了。在电影《港囧》首映礼上，吴昕素颜出席，惊呆众人。素颜与给化妆后真是判若两人，皮肤暗黄，看似比荧屏中那个活泼可爱的吴昕年长好几岁，所以只能39分。Angelababy，杨颖在卸妆之后皮肤看起来不是很好，让人大跌眼，所以只能给59分。景甜卸妆后皮肤水润又白皙，关键是脸上一点都没有岁月的痕迹。素颜和化妆到底差别在哪里？小编给他120分真的一点都不多。景甜，1988年7月21日，陕西西安人，中国女演员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2000级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，北京电影学院2007级表演系本科毕业，经纪公司是北京星光灿烂影视有限公司。2007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，2011年毕业，与柴碧云、郑爽、卢山、徐小撒、阚清子是同班同学。